老婆叫，是香辣口味带点麻的。哎呦，反光了！我吃的是凉的。你们回去可以加热一下吃，更好吃。这种黄是水黄，就不是那种沙沙的，但是它特别容易转出来。这种大个的是那种沙黄，沙黄有的人愿意吃，有的人不爱吃，口味不一样。是公子是这种黄，母子是那种黄。你们扒个完整的，看能不能扒出来啊？算是成功了吧？哦。